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牙口铃铛呀、yeah, 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们好，我是小铃铛。欢迎快去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糖豆人终极赛。嗯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小伙伴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皮肤。哦，皮肤被他吞了。不会吧，过分，我刚提取到背包里面的皮肤全被吞了。不会吧，等一下我再提取出来吧。嗯，好的，来每个人一个。首先是这个，你们都不要抢啊，要开始了，要都不要抢，要开始了。那就去那个第二关吧，去第二关。这里有那个什么糖豆币的话，可以在下一关应该是可以在下一关购买那个什么喷射爪钩的。我直接往下跳吧。还有四个皮肤没有给你们。对，第一个皮肤好像在我这里。你捡到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我掉下来了。再往下跳。哇，这下面好多糖豆币。它这张地图呢，不仅那个关卡还有那个皮肤都是神还原。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恐龙人的那个皮肤啊，跟我在糖豆人游戏里面的皮肤是一样的。我变成了一个小海盗。你不变成那个什么菠萝了吗？不变了，已经吃掉了。来，这个朱雨轩同学。好，下一个小马同学，这个孟小月同学，不要抢，一个个的捡。还有这个给你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小伙伴呢？还有一个呢？哎，人呢？不是都掉下来了吗？他人哪去了？还少了个人啊？还有个人呢？他说卡虚空了。这里只有是等人到齐之后才会那个开启下一关。这什么鬼啊，他跑哪去了？不知道，难道他真的卡住了？也没说话，他一直在第一层。叫他用一个那个什么传送卷轴吧。哦，他过来了、来给你，这里，好了，走吧。我丢地上了，我捡不起来了，变身之后就捡不起来了。这边，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启第二关嘛。第二关这个是头铁顶门、嗯、是的。哎，我这个是对的，直接往后跑。哎，这里好像有陷阱，小心点，小心门后面会有陷阱呢。嗯，好，你们先去闯。往这边走。好 ，OK。No problem。我让你们先过去，然后在你们后面蹭那个没有陷阱的。好鸡贼啊你！我然后还打这个人，我的天，我太坏了。这里可以过去吧？再继续往这边走。哎，我是第一个，皇冠是我的。这个人卡在缝里了。哎，这里没有。好，我已经来到第三关了。我们连第一关都卡在这里。第三关这里简单，只要你们不过来挤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好 ，OK。你们还在后面，还没过来。我们卡在这个门缝里出不去，我们太胖了。我不能做动作嘲讽你们，好烦。要是可以做动作嘲讽你们就好了。你太坏了，哥哥，你竟然想嘲讽我们。红队那个什么玩意子进不去，你们那个进不去的门，我已经把那个什么假门真门跟他顶开了呀。啊，有人把我挤下去了。给我扒拉下去了。漂亮。是他太胖了，他卡在门上。他有些皮肤是有冲撞伤害的。嗯。
是有那个什么冲撞击退伤害的，又一个大傻子掉下去了。算了，我继续跑吧，不等你们了。这关很简单，只要绕过那个反向的那个旋转杆就行了。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好了，我也过来了。这里需要来个冲跳。太难了。依旧是冲跳，好，上来了。看一下这一关是什么？这一关是那个，我这个是假方块这个。我那个有点难哎。按住 shift 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哥，你都到那边了，我还猜到那个大转盘那里。看一下这边，哎，这里是对的，继续往前走。哥，我来追你了。我这边过不去。哥，我看到你了，我要扒拉你。这里没有，哎，可以直接跳过来。嘿，我过来了，哥哥。哎，我已经过了假方块了。你只要跟着有方块的地方走就行了。啊！按住 shift 啊，按住 shift， 跳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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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跳，对。好，然后这一关的话是那个，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搞事情，这一关，把这里踩掉。哎，我掉下去了。我过来了。哇，前面就是皇冠了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快跟上啊！不会吧，我要得第一名。皇冠是我的。不会吧，我要得第一名。哎，狗蛋你来呀，哈哈，你来呀。回来。哇，喷射爪钩哎！着火了。喷射爪钩哎！哎。没成功。你们这些小垃圾。太难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